如遥安怀，小姐，讲到你的爷亲是不应该，天命中对我实在是太难耐，不是我不大夫的福气，希望娘子的那心意，现在你的阿姨看到中原的本事甲我清楚是三代家的马路，见面就只有受气面一面，你无想别伊惊西为天意，逼我写出来体分析，我是故乡大夫的阿姨，因为你阿亲先生三年有来阿去的母亲又骂两遍，才会太大变成来吃路边，予人看也无去。小姐，费事紧找是我来听嘛故意，紧找拢是恁爹亲，恶行是来作为。在地球机，也好好，你无来受苦。
生命化接不起，一只龙飘来到这个乞丐寮内地求机，总共为着是我的爹亲，为着接着讲富有，甲阮爹爹是无甘心。身边有座太阳变来的一人，就是我来看相识，男女有志气，三年一考就到位，伊若往行去，一定会偷查金瓜出头地。我总是无方便，对地势这件的事情，事出必有因，一切拢是定定运气。我为伊，认定的就是伊，是我的红线。希望你给我做这个红娘，给我讲这段的亲情。妈，你该会可是真吗？你跟我对着咧假情啊！我看伊看得出，伊就是时机无好，这路票点在这个乞食了，就是能得认真打拼，一定会当出人头地。哎呀，用我小姐讲出来真心意。请求你千万年的